我改良一下，改良一下我的配置。我等等一定影响。不是你在 C， 你在爽篮球，干你屁事啊！哈，谁说不是我在 C 的 ？S2 就是我在 C 好吗？什么不是我在 C？ 你爽篮球，跟阿小，跟阿小死黑，跟我换？不用啊，不用啊，不用换。我还以为你从来都不会选我。中路剑圣，上路阿木木。中路剑圣，上路阿木木。我们顶级阵容，我们真的顶级阵容。相位冲击，我就要把征服者。哇，不是啊，我被大麻 counter 啦。有一种 counter 叫做史丹利。我觉得带后期天赋吧，我们前期怎么样不重要，带后期天赋，然后带个 TP。大妈要教训我吗？啊？大妈有种教训我，我这个顶级英灵，我本来就康特啊。大妈打坦克就是康特，大妈打所有近战都康特，但是尤其是打坦克，懂吗？期待不够长。水果蛋糕，好废啊！李欣还在那边神闪现啊？怎么玩大妈、啊？走开啦！哦！玩个鸡锤啊！不是啊，是白痴角色一等点 W 怎么这么痛啊？打没打，反正我很肉。蓝条啊，打吗？啊？想不到被我这个小玉宁挑回家吧？啊？有没有？如果我刚刚是点燃，他就死了。但是。没有用啊，门六的被拉到玩不了，被拉到以后还是玩不了，先等兵多吧。这些兵都是我的内奸，可是他六等啊，所以我即使扛了这么多兵也打不赢他六等，除非他 miss 一个拉，他 miss 一个拉，我刚好上六那一波可以，就这波啦。说实在，他这波 miss 拉我就可以打了。什么水平？连个阿嬷嬷都打不赢，有没有？早就说这有料，我完美的预测，等等会发生什么事？我无情挂一堆兵上六，我坦着两三波兵直接吊打大妈。大妈现在会有所警戒啊，她应该不会再死一次吧？Water Battle， 这难道是驾驶员差距吗？啊，顶级大师驾驶员 VS 钻仔啊！你没有注意我刚刚打的时候，他的触手都被我扭掉吗？我只会被他 W 打到而已，他一般的那个触手是打不到我的啊！直接原地在他旁边哭死。什么比火甲的超烂超强哦？火甲超强，你懂屁啊！上中野都是 AD， 我一定出火甲，我一定出火甲。讲话越来越像椅子，我也觉得你吃东西的时候很像椅子啊，为什么都是手拿起来，嘴巴张开来？我也觉得你像椅子啊，我也觉得你拉屎的时候很像椅子啊，你都坐在一个东西上面，然后屁股开大大的，我也觉得你越来越像椅子。再一次吗？当然，如果我没躲掉他的拉，我没有自信。哎，躲掉了。顶级风骚走外，顶级风骚走外。鬼吧！抱歉啊，原地开哭，原地哭死，
怎么会这样子啊，大妈？被一个阴灵缠身，真的是噩梦啊！大妈的噩梦。我火甲出来了，他不可能玩了，他不可能玩了。他是绝命装满，没有，现在绝命装满就玩阿木木啊，就玩阿木木啊，玩阿木木上路啊，然后再问丁特说，丁特，丁特，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懂，好了，不要再凑了。干嘛？不敢出来了，大妈，不敢出来了，大妈，太可悲了吧？玩大妈被虐线，这把我这么顶，还要出薄暮法袍吗？我这么顶是不是应该要出甲克鸠？玩大妈玩到只能在台下发呆，但是很北蓝欸，到底想怎样啦？原地哭烂。原地哭烂，原地哭烂。他、啊、怎么没有投？怎么都助攻？助攻王哦！啊，木木线都赢了啊！等等会战还得了？真的发呆了，有没有点斗志啊？不要被我单杀三次就在塔下发呆了好不好，大妈？哎、欸，真的不错哎、欸，真的不错哎、欸，他在哭哎、欸，浴室的撞子啊，还挂机啊？哈哈哈哈哈！可悲啊！啊，英雄联盟玩家减一，哎、欸，大妈嘴对了，不可能吧？大妈自己被单杀三次、欸，她有什么嘴对了的空间？还是要嘴的，还是能嘴？嗯、如果她要嘴，还是能嘴了。干嘛？我直接对着你开哭啊！哈哈哈哈！抓来！哈哈哈哈，不想玩了，真的是英雄联盟玩家减一，显然是有人在绑架这个大妈。哭啊哭啊哭啊！不要杀我队友，哭啊！这斧子好像也没什么用啊，还是是对面太菜了。我觉得有用啦，我觉得可能要征服者，不然我前面可能那几波打不赢大妈。没有征服者的吸血，我有可能打不赢他吗？雅尼安呐、啊，今天过得好吗？干嘛？好的，什么意思啊？不投又不点，不是他刮我一下走三十滴，全部都在嘴炮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我要进去喽，各位准备好了吗？我要进去喽！算了吧。耶！不要这么菜好不好？看，怎么可能有希望啊？对面这局哪有希望？怎么可能有希望？什么我送希望？我直接出来再打一轮。我哭完木木在此，谁能咬我？除了拉克斯以外，有谁打我会疼？啊！别哭啊！游戏又被强制增加了五分钟。游戏这样就哦，我游戏开太小声了，没事。我今天刚录东西啊，游戏开太小声了，我开了。这才是我想要看到的操作。看到的操作满足了，可以睡觉了。啊，晚安喽，阿志。阿志晚安哦，哭啊木木确实有料啊、嗯，以后可以拿来我们的这个大师名单中啊、嗯。你们以为我是在躺分吗？看看我的伤害，一个哭啊木木，全场最高伤害，全场最高伤，又痛又惨。史丹利，好烂！我要检举史丹利，这主播他平常就是个垃圾，跟低能儿一样。这个上单平常应该每一场都爆炸，你应该是那种每一把爆炸垃圾史丹利，啾咪，看到了没？这主播他平常就是个垃圾，可悲。史丹利一定是在酸史丹利，这主播你真的很无聊，你会怎么称呼史丹利？垃圾。